有泰国人会很惊讶，因为他们不吃这个吧？没有，一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i。今天呢是泰国的水灯节，水灯节其实是泰国的情人节。然后，但是 Ali 今天跟过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个跟我一样没有水灯节单身的女子一起过这个水灯节。我现在在的地点是 Icon Sam，Icon Sam 今天也有活动，所以可能晚一点我带大家看一下 Icon Sam 这今天的活动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去找那位单身的女子。进到了 Icon Sam 楼上的 Starbucks， 这个 Starbucks 是全曼谷最大的 Starbucks， 然后这边有很多他们这边特有的咖啡。今日单身朋友也是在这边，我们先上去找他。今日单身朋友，拜拜，转场。这个是那个圣诞节新的 baby， 还蛮可爱的。现在要去吃午餐，吃午餐。像我们进到 Seven Eleven， 因为白麦说今天的 Seven Eleven 有面包的水分，那个通，而且可以吃的。我们来找一下。哦，这是这个是乌龟的，好好笑啊！还有螃蟹，它这个花的哦，好可爱。然后这上面是啊，面包，这真的可以吃吗？这还有更香哎，这样自己吃，啊、这个也可以吃，太酷了吧！那乌龟还是螃蟹？乌龟就是长寿的意思。刚买完了 Loiga Tong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先找一个东西吃。Icon Sam地下室出的那个 Sukseya， 它这边有一区，这一区是我觉得是蛮平价的一区。然后买拉哈巴的烤丸子，还买上来一串十块，买十送一，哇，很便宜，很像麻辣烫的感觉。这种的话要挑肉。要挑肉，要会挑，而且它的肉感觉还不错。这个鸡很吸引，感觉很干净又卫生，吃进去不错哦。你有发现这里的位置超满，跟苏菲亚那边比起来，对，这位置比较少啊，位置比较少，门赶快买。我感觉都是员工啊，员工比较哦，员工比较多，对，因为员工餐，对，员工餐，他们知道哪里便宜。哦，对。今天我吃的是这一间。来买一点了什么？我点了甘蔗白饭跟那个菜。哦，来了，你好了。我的好了。而且我没有加喜拉茶，然后这是杰克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小朋友套餐，就是一定要蛋配饭。有一些他会加那个安餐。白饭吃的是甘蔗，通常他们会这样卖，通常就是汤。对，一般都是汤。然后有些人就是一个汤，然后再加一碗白饭这样吃。对，买现在要加码一串十泰铢的麻辣烫。耶，来了！先尝看它的味道怎么样？我挑那个比较贵的。它那是白色的章鱼耶。花枝吧，花枝、这是加工食品。哦，这加工食品。对啊，切得很整齐。这就是鱿鱼本人。有海味，有海，你最好吃得出来海味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这个。好，然后我们刚有去 Seven Eleven 买这个 Loiga Tong 可以吃的面包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尝尝，吃吃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我第一次吃 Loiga Tong 的面包，对，我也是。哇，一二三，把脚搬过来。好，干杯。干杯。一般的面包，它怎么样？哦，其实蛮好吃的哦。有泰国人会很惊讶，因为他们不吃这个吧？没有，意思是一般他们虽然可以吃，他们不太会吃的感觉。哦，所以说这是要Loy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真的是Loy的。这是Loy的，那我们可以吃，但是你可以吃，它也是食物。那我们就，它也是面包食物。OK， 我们体验一下味道。Anyway， 如果它还没有被吃之
钱。他们通常会给你这个花，对啊，让你插上去，对，还有点香，还是可以保持平衡哦。时间到了，差不多下午四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先去坐船，因为 iPhone 现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坐船可以有媚男招牌雅是免费的。我们现在到了外面，然后其实 iPhone 现场它今天呢有为了那个水灯节，他们有特别做了一个水道，但是我跟白买刚刚买的面包，虽然它的乌龟头跟脚都不见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试试看，一点心意。两个 teamwork， 哎呦，差一点，哎呦，那个花，那个花烧起来了。刚好意外，差不多。OK， 我跟白白的罗伊嘎通乌龟，希望我们两个的频道赶快破10万，拜啦，拜了，拜拜。Go！ 哇，好像有点傻逼兮的感觉，没有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吉利？因为那个，因为那个乌龟缺胳膊。扫腿的，我们去追他，太好笑！因为那个乌龟的头跟脚被我们吃掉了。哎，他转弯了，哦，他转弯了，下去了。好快！水灯节它其实是泰国的情人节，所以说就大家一个社交活动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可以一起跳舞。我跟白埋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搭船。白埋他的影片呢，他打算就是搭那个罗伊嘎通的船，这样搭一整圈。对，搭一整圈。对，那我的话，因为我等一下晚上有第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，在船上放水灯的活动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坐船之后就要跟白埋说拜拜。再见了。拜拜。到了镇王庙，哇塞，拜拜！我要先镇王庙四级，对。超美的，前面就是晚上的瓦卡路。那我们会坐船，然后去放罗伊嘎通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坐船的活动。那我的水灯，这是我们的船。我现在在船顶，但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说我们等一下怎么放水灯，我不知道是这样丢下去还是怎么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呢，会由这个招牌崖，然后到一个时间就是放水灯，整个行程大概是一个小时。我们出发了。现在就是一边欣赏那个船景，然后一边等待。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放罗伊嘎通。左边，你看大家现在玩站起来拍，在拍罗伊嘎通。OK。现在要放水灯了。罗伊嘎通台了。因为我是最后一个，所以就比较困难，没有办法放得漂亮这样，但是无所谓啦，反正就是一个形式。Thank you.
结束了，就是这水灯节我觉得过得非常精彩，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啊，就是全公司这种活动，然后好，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